男团入了一个酒店塌了，里面隔离了五六十个人呢、啊。不输你要说。这边，小朋友领证，大家在这边。你说感觉怎么样，小朋友？啊？你妈妈在哪里啊？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哪里？哦，那你现在怎么样啊？脚下面，站在脚下面，妈妈了，站在脚下面。群里的，请叫我玲姐，我这已经到方正县龙月宾馆隔离点了啊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吧，你们看看。我进来的时候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咱们的隔离啊，看看，所有的东西他都不给你换，没给你整，就进来让你隔离。这他妈没有病都给你传染成病毒了。这是哪位大哥呀？你看着这视频，你联系我，你的牙具盒啥都落着了，没收走呢。刚才这里也是，看看啊。这就是咱们所谓的隔离啊，1790块钱交完了。不错啊，我现在澄清一下，就是政府还对我挺好的。现在我需要的一次性床单和口罩都给我送来了，还天天还得负责早餐。然后我朋友啥我需要啥，他们给送来，他们搁底下还给我接待，接待完了。户口哪户口啊？我户口是天门的。天门的啊？对，我户口是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天门乡庆华村。不要，你不用充那些，你写天门就行了。天门的，把这按一下吧。啊，你那有视频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这视频现在就是在我一个老乡的群里呢，我现在已经就是把这个菜单又发出去了一个。你那啥来，你弄去。你加我微信来，因为这旅行导向，咱得正能量导向啊。你扫一下吧，我是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啊，是我特意过来的，这是我的调导员啊。你把你那个刚才说那个正面的，你那个带个啥？可是啊，现在外面很多人生病。玲姐。对。啊。因为有一种长得像王冠的病毒。你咋录的呢？他呢，原本生活在。只要你满意，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啊？现在咱们那啥，你听我说，咱政府接待人太多了。现在爱把人，按规定来讲，你还是到日本去的也好，到韩国去好，在疫情期间都不允许。